第四十题，如右图所示，在一大气压下，将四根玻璃管装满水银后，倒立于水银槽中，其中甲乙两管垂直立于槽中之翼面，已知乙丙丁三管内部翼面的垂直高度皆为76公分高，请问四根玻璃管内气体的压力大小关系为何？我们晓得做脱离切力实验的时候，我们的一大气压可以使水银上升76公分，而上面叫做脱离切力真空，所以就是没有大气压力的意思。我们也晓得在做脱离切力实验的时候，不管管质的粗细或者是倾斜的程度，垂直高度都会上升76，所以丙丁垂直高度也是76，所以表示丙丁的上面也是脱离切力真空，所以乙丙丁的上面都是脱离切力真空，它的大气压力都是等于零，没有。而我们的甲没有上升76公分，它表示这里面有气体压力把它压回去。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这压力有所谓的6公分汞柱高，所以能够把它压回去变成只能上升70，所以我们就晓得甲管当中的气体压力最大，而乙丙丁相同都等于零。所以第四十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四根玻璃管内气体的压力大小关系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甲大于乙等于丙等于丁。